再薅这个了没？薅这个田二两菜。那这前菜田两菜好吃？好吃。看下我这个地里能挖着有，再有再摘菜呀。你起来洗洗。野的慌，那稻秧野的慌，它野。野慌少哪能？喝完盐菜掐的嘛工，你煮着哪门啊？嗯，它也吹外头油团。你外头菜上还翘着哪门？也，哪哪。那稻米这边人家，稻米来了，炒菜吗？嗯。嗯。你挑的什么东西？挑的菠菜、青菜。光咋摘的了呗？啊，你都好了？没有，还掉一点小籽儿。嗯，光倒了。也退伍了，也不营业了，退伍了。这。就这样，这个绿色的咋了？看绿色食品，这是自己种的绿色食品。毛巾，给开发呀，开发吃吧，吃吧，我都吃饭了，都去只有去打工，我给你尝。回来了，咱都吃吧。吃饭，吃饭奶奶，走。啊，这些菠菜，还有凉菜。这个过了吧？嗯，还有凉菜，凉的姑姑奶奶的。你的红筷子呢？你的红筷子。你的红筷子。这个也好甜，炸馍的，好甜的。也有种子的呀。哎，你吃这个吧，正好。下边这个凉菜，酿这个菠菜。快炒不行。他哥哥在快炒呀。小燕子，走。黄花燕子最少来，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。晚上好。你要不等着吧？早吃着屁屁叫冬掌。吃吧，正义的。哎呀，吃啥吗？啥的？对了。嗯。这怎么了？呀。给姑姑摆拍，你给姑姑摆拍，等我去家头给你买个东西。不是，俺回去就给你买回来那小裙子呀。啊，姑姑给买了个小裙子。哎，你姑姑你拍回来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去送一下我姐，然后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关注我的头条号"农村阿凯"。再见。